真舒服，一点都不冷。现在这块太阳一出来就特别好。他说我背后是一个监狱，不让进去，那我们肯定就不进去了。这座山就是小有名气的 Kirkfield， 他们中国人呢是给它翻译成草帽山，我觉得它叫窝头山更合适。这是我们的小蓝马，今天的光线还真不错了。这是它的那一个小的停车场，现在大概有这么多人都是来看一下这个草帽山。后面就是一个草帽山，那带你带一个草帽，我来带一下啊，草帽山。帽山周围的景色确实挺漂亮的，哇，这个全是。它从这个角度可以照到瀑布和草帽山，确实挺漂亮的。哦、oh, ，excuse me, sir, can you take a picture from here? 好，现在下一小组在草帽山绕出来，有一个 hiking 小组，大家都在这儿拍照。刚才那个侦破们就给我们照的特别好，把我们全人草帽山瀑布。全都给照下来，他还知道人稍微弯着一点，这样的话就会有。那而且是刚才告诉我们草帽山上没有云彩的时候，那个尖儿都给我们照着。他知道怎么，这他知道怎么照。要找会照的。这草帽山的又白来，我们今天天气真好啊。这个是最好的角度，但是我不知道人就得站水里了。对，他这照多少景。我还是挺 lucky 的，照这个草帽山的话呢还是有光的，不然阴天的话呢照出来效果会差很多。好像这儿有一个下瀑布，然后有一个上瀑布，还是这边景色好啊。然后这儿一瀑布，看，哇，好美好美，尖儿露出来，呀，太美了。你是直着开，你没左转。哦，刚才我们那来的那个是左转的。对，我们小马停在了斯奈山半岛，看我眼前，这个就是斯奈山半岛，里面有好多居民居住在那里，风景多美。我们呢，自己想 hiking 一下，有点想去。哇，这好美啊！这也太美了，妞子 ，Hello， 妞妞，呀、yeah, ，看着，我给你拉近了镜头，好美呀、啊，太美了。你觉得值得走吗？也挺直的哈，就是不想走了，我们还要有其他的。我的手指多，别拍那个粉末。
个是 Saxon Crater。那就火山洞。对。13个 kilometer， 这边就是大海了。哇，前面这个呢，就是一会儿我们开过去了。这就是一个 cliff， 在海边的两个竖着的崖。这石头越走越近了。这是看海上的两个像柱子一样的礁石。我一会儿要走到上边去。那看一眼，出去礁石多美。看远处的那个礁石多漂亮，看好四周的风景，的确是冰岛，确实是渺无人烟慢星球的世界。穿一个薄的羽绒服，再穿一个薄羽衣的外套就可以了。我是从下边走上来的，你看现在下起了雨，雾蒙蒙的。 Wood Viewpoint， 好漂亮。现在是下雨啊，看那个海岛真漂亮，在远处的不知道是海呀还是可以。这块又是一个风景，有点阴天，但是呢色彩就差了很多，要是阳光出来的话，那个水都是蓝的，太棒了。现在就我一个人。臭妞的出来，不想走得快一点。这看起来又像是一个景点，看到远处那个是一个石头大点的小东西，我要走到海边去看看。我把车呢停在了这里，看一下，特别安静。远处的小白房子，看后面的山。听一下浪涛声，就一个人在这儿站着，哇，太棒了，感觉真好啊。浪涛真是太美了，岩石怎么能冲成这样呢？这还有点小洞。这儿有一个礁石，海鸥在边上。哇，这个崖上有很多海鸥哎。礁石的声音，
没关系了，冰岛玩的没文化就没文化吧，只要玩的高兴就可以。我这个第四个手指代表的就是冰岛。怎么了？害怕了？乖。这个也是刚才那个养的，我估计啊，私人的嘛。Hello， 乖乖。哎呦，叫的还挺好听的。哦，哇，咱们走吧。看地儿都是他的。哦，真挺牛的，太牛了。从那个工行的跟我们那个说哈喽来的哈。人还行，挺友善的，没多少钱，真不错。这个叫 Langerhof， 这是我们第二个旅馆。小的 desk， 没有人呢。哎，这么看起来还可以哈。哦，我们是最后一个房间吗？挺好的呀，这地儿。这个就是我们冰岛比较简洁的小床，都跟行军床似的。但是外边的 view 肯定是不错的，因为这鬼地方没有什么好看的。但是 view 是绝了。那图书灯还挺好的，你要玩 WiFi 手机很好，西林的也是挺高的。哦，洗手间还挺好的，挺猫的，好像重新来的 Vivian。 这个是小店，一会儿我们再进去里头看一下。啊，这是它这个餐厅还蛮好的。Yeah, we are good to order. I think I probably can order one cup, yeah, and one lamb vegan.Yeah, maybe we can order a starter, but yeah, let's think about it. Yeah. 这个呢就是餐前的黄油搁在石头上，不知道为什么搁石头上，然后呢小面包。刚才给我们一个靠外边的 table， 还让我们都坐在一侧。后来观察一下，所有人都是 cross 坐的，然后赶紧跟他说了一下，赶紧给我们解释，然后给我们换到了一个最好的靠窗户的 table。这窗外的景多好啊！好，这是我们 table。我这个呢是烤鳕鱼。味道做的还不错，我给你插了一个什么扫帚尾巴，跟一些蔬菜，西红柿、洋葱，还有一些生菜配的菜。这个呢是羊肉球，它实际上就是羊肉末做的哈，但是羊肉味儿有点重，但是香还是挺香的。